球权还在广沙这边，丁秋持球转身，好球！哇，这边刘征积极啊，把球，双方今天外线还都没开，一西的反击，哇，刘征今天这几次一对一，哦，这边抢断了，刘征自己轻松上篮，一反击，再来，哇、哦，三人围堵啊！刘征侧翼的三分球漂亮，马上还险些身后把球子给掏掉了，这是机会了，格尔斯第四次个人的三分出手终于换来后，白线王瑞短了，满球刘征保护下来之后自己推进，就到2020年了。提前加亚布塞莱，逼亚布塞莱出球。哎，这是机会！哇，刘征这球居然盖到了，晃一下。刘征，哇，这球打得太小了，又给出来孙明辉，孙明辉在这儿啊，没想到。哇，刘征好积极啊，球。失误了，反击胡金秋轻松又打一转换，那现在就是消耗一下时间打成功率，刘征得出来很轻松的机会，那应该也没必要再犯规了，嚯，广沙这边还在打，嚯，哎，这球失误了，这球刘征传的有点想当然，威尔斯再来一个，哇，这对胡金秋如果经常能够防成这样，就广厦的内线就不吃亏了，是实际上是判在高诗妍身上，是上场比赛让刘征稍做一些调整啊、嗯、这场比赛继续回了，五号位的轮转是吃亏的，对广厦还真没有依赖外援呢，是吧，开场之后其实传的不太好啊，高诗妍领着稍松了一些，哎呦没有接好这球，这球如果再打进啊，可能过上指导就要暂停了，这场球不好是因为他生病，是他是感冒汗，他不生病，一生病比咱们一般人的症状。刘志轩这球给过来给得很快，直接被抢断，刘征啊这赛季的一把抢断好手，转换当中啊，因为胡金秋现在毕竟还是身板弱一些，哇、哦、这反击，上一场比赛刘征再到弧顶，孙明辉，又是孙明辉，球19中8，其实他已经找到了三分线外的感觉，啊、但是流感这几个赛季，我觉得就是伤病来的不是时，可惜了，补篮没有补进，篮板球救回来，还是就在广厦队手上，你看这节奏，进来外援一些。你们反正我是觉得这个下赛季四届四人次给每个队都提出这个要求，没错，赶紧寻找自己的孙明辉，这最后几分钟啊没太多的必要，好球刘征，这是他招牌式的上篮儿，志向啊，或者说你坚信自己能够达到并且愿意为此付出努力，你或许在未来可以达到你想变成的模样，对，苏若愚攻防转换的双手扣篮下降的比较明显，对，不好，哇，这个打反击，这是范思明没有打成，看看刘征的反击，这个可以打在一个欧洲步，漂亮，广沙这边换了个联防，二三联防的第一个回合防成了，希瑞带着左手的骨折在打呀，三打一，哇！哎呦，天哪！希热，哇，希热的好机会，后卫有没有？哎呀，今天他确实左手的这个骨折影响了。很少看到，又是胡金秋，让胡金秋上来做一个挡拆，又是要上了，哎呀，没拿到，威尔斯。刘征的进攻篮板两分补进，少的几次，应该是9分了。唐飞，
他上一场也拿了12分，哟，漏了这个球。场休息一下，哇，刘征，因为孙铭徽现在在底下休息，实际上他那个进攻威胁啊，广厦也没有多少，对吧？争篮板，赵天翼拿到一个进攻篮板球，四差不多，对，那样出来年龄已经大了，是，你要还要重新，好球，哎呦，孙铭徽钻过来到底角，刘征的三分，哇，传出来二打一。哇，哦，他抢到篮板了，这篮板球啊，真的是可惜了于长栋。但是看看希勒这一次，希勒今天所有的球，你看那样投就投，差点失误，给齐磊，短一些，篮板球是刘。